手铐。手铐是限制违法犯罪嫌疑人活动自由的器械，现在使用较为普遍的是链式手铐。链式手铐有锁体、铐环、锁梁、连接链、钥匙孔、钥匙组成。取出手铐时应目视目标，根据情况可使用左手或右手打开手铐套。持握手铐应握稳铐体与连接链，放回时将手铐折叠，铐环朝一个方向装回套内。民警在确定对方完全服从时，可以用体前上铐的方法，右手持手铐从对方的左前方接近，抓对方左手四指，用挑铐方法上铐，将其手逆时针旋转，使其手背向里，左手再抓握对方的右手四指，顺时针向内旋转，使其手背向里，右手由上向下压铐，并锁臂保险。背手上铐，指令对方背对自己，掌心向上，双脚分开比肩稍宽，脚尖向外，上身前倾，头往左看，右手握铐，由对方的右侧后方接近，用左手握住对方拇指折腕，采用压铐法上铐，握另一只手拇指或其余四指，用挑铐法上铐，并锁臂保险。使用俯卧上铐必须是在语言控制或强力控制的前提下进行，由对方的右侧方接近，握对方拇指的同时上铐，并将手腕往外转，同时折腕，双腿跪压控制其手臂，命令对方将另一只手移到背后并控制，将其上铐并锁臂保险。需要将对方带离时，我方要手托对方肩部和腋下，令对方坐起，压制对方手腕，命令对方屈其中一条腿，保持自己重心，将对方推向屈膝的方向，令对方膝盖